经。方圣帝圣，各位参加听经文法连坐上各圣宗亲，当上历代祖先救贤七祖，当下无缘诸事应灵顶及十方法界有缘无缘有情无情众生，阿弥陀佛。咱一点钟吼，这节就继续过来讲阴体风水学。顶节咧，就是讲。啊，狗的先生还未出世，哈、哦！啊，勇士嘞，哈、哦！满山走，啊，果然开始嘞，咱爱积善德，自然呢会得到好地利，人生自然光明，哈、哦！若是咱善德无积者，哈、哦，地利嘞无可能属咱的。这个例嘞，过去嘞，哈、哦，各位在家啊。后听者真侪人来讲地理红败去，啊个无形中得到好地理的代志。啊，我咱直接了，继续咧，往前啰嗦，咱开始啊，吼。你若讲爱这个风水经啊，吼，阴体风水经咧，吼，啊，最近咧，吼，可能往咱的七月二六日，吼，七月二六啊，吼，咱地藏菩萨生日圣诞啦，吼，我会应好十方啊。你若以后要爱阴体风水学啊、风水经啊，恁会使写批来善佛寺，吼、哦、来咱上岐山善佛寺，吼、哦、南投县国姓乡，吼、哦、福古川长寿巷六十六十一号，吼、哦、善佛寺，啊你爱指名个爱阴体风水学，啊今讲的阴体经呢，各位啊，莫弄错，我唔是伫。放这个灯线，哈、哦，放灯线你钓大台，哈、哦，讲这好，大家都来学找老师，啊，来甲看书看地理，安、啊、尼就错去啊，迄错去啊，哈、哦，迄、那个千错万错，我是要讲，各位看，我说了讲，各位家己搁安尼看，家己排解就好啊，哈、哦，我出来哪有可能，实在无时间呐、啊，大约千几号，啊，千几号打定期上久的三年啊。啊！当下唔知啊，当下苹果打一年，吼、哦！啊，你若佫来，嘿，我就，你嘛烦恼，我嘛烦恼，吼、哦！是啊，事实了，恁家己迄就好啊。我直接甲恁讲，大家咧如何去辨别、分别新鲜是正是邪，吼、哦！那么大家就有缘，大家无缘。若是以后咧，你要请新鲜看，我教恁一个方法。你若要看祖先的风水，两项原理，第一咧。你厝财神明，吼财佛祖，啊，你就甲佛祖宝贝，你讲我要请倒位的先生吼，打一个住址带倒位的什么名，请伊来甲看我是大人，祖先的风水好无，唔知有缘无？那好者吼，请你甲指点调查指点。你今日烧香甲神圣佛祖禀，等下明仔，你讲我明仔。一波啊！当时几点要清洗圣杯，请你甲指点。到明仔载，还是后日，你时间讲哦正确。时间到，你甲搁点香，一个讲，请佛祖做主。哈、哦，我要请到一个先生来甲你看我的祖先的风水，好啊，唔好哈，咱们调查好啊。然后请你印我一个杯，刻者印一杯。哈、哦，那么咧，你就讲拿好者。会使咧，请我连续印我连连三杯，印三圣杯，印来印咧三圣杯，你着去请先生甲你看，绝对无唔对。
哈，若是无因你背，你先生你唔通，你本来烦恼都未少啊，你个莫是个烦恼当下斗，好，这个烦恼真嘞，好，即马真济人都啥呢？哦，所以你安尼半背了以后呢，好，你自然呢会真清楚。那么我祖先呢，你们问下祖先啊，阿母啊，我请大家先生来看好无？嘿，我跟你讲。很母啊，伊也毋捌咧先生，伊也无机会去调查咧先生因兜是安那，因个先生因兜咧有合法性，你问根本都无到入面。啊，你问母啊，问爸、阿公、阿妈，伊哪有可能甲你讲先生好啊歹啊？无可能个代志。吼、哦，所以啊，你爱去问先生，啊，你莫向好个拜拜看就好啊莫，但即无效。去调查呢吼，咱即摆交通遐发达嘞，有电话嘞，嘛爱电话朋友伫遐加问两下，哎、欸，这个先生安怎？啊，调查一下，即摆先生伊只也无打过打，啊，伊嘛爱听闻教务，对无？听教务嘞，先去调查看嘛啦嘞。所以各位啊，咱爱了解这个原理，安尼咱呐，烦恼会减少。但是诶，我要求各位诶，恁唔好讲啊，我要请张老师，一定包无买。一定帮我买，真的，吼，因为无时间也无，你就互恁有闲的财政的方便的财政方便的先生，安尼就足好啊，吼。不过咱帮买有闲无闲，这个先生有实力无实力的，恁用安尼来，互恁帮买一定足正确的。或者去恁的管区托你讲，还是恁管区的姓名，你就点香加一笔。但是你要变的时，你一定爱炸一挂水果，掼一个手就碗，掼一个饼，哈香银纸去个请伊，甲恁指点。指点哪个好的时啊，你才去请伊，安尼一定是善人，是善人。哈、哦，这一个原则，一个原则。我无希望世间人，哈、哦，佮愈来愈侪怨叹的人互相相怨，哈、哦，相怨叹。安尼就真不应该了，对。世间真无简单，会当平静落来啊！吼，咱若假使为着搁一个代志啊，祖先的风水问题，你请了先生无缘啊，人伊缘甲你都毋是缘，你勉强以后咧去怨叹去怪，安尼就又无应该啊！吼，所以这里今日这里风原则啊，讲予各位了解。那就继续听老早开始。用恶事为恶之家，强求强占望迄地啊，必是吉地变有年。阴体妙理不离环境学啦，先天八卦逆其哀。先天八卦配出数正数正名，吼、哦、数正的数正名，乾卦之位名很母啊，顺阳之爻，吼、哦。朱地灰刷官刷将行铁将必出地灰好男子，若是后刷哈侵犯大破军啊，阴风恶霸人家上世人，刷官最深人民归心是真话啊，哈世人可证处刑对不对啊？阴体后山后山正位来量必活泼，顶顶贴贴啊，山脉路家门必出秀气英姿好壮丁，好文武相在堪称奇啊！阴阳二体背后正位巨罗枪，好阴风财康利康名也康啊，烦恼一生。啊，所岁数切切扣不懂啊，扣不懂。德威今夜门窗，多少人开笑？人哪是为恶一处啊？勉强去占人的梦地，真侪人硬要占梦地。即款真侪人嘛咧，真侪做先生嘛是硬要占人梦地。讲个爱字爱知啊，占人的梦地无形中了，你就叫恁祖公啊欠人的笑。我问你，你安尼行？伊无身体咧趁钱行人，叫咱的咱硬要装啊，占人的梦地啊，确实欠人的笑，叫咱祖公欠人的笑。
所以因因果果行未煞，各位爱注意。好，那做先生茫茫言，阿爸给那个奥一空啊啦，嘿，爱护因果，咱厝都无爱红奥一空啊。好，别人敢袂将心比心嘛，将心比心。好，所以真的真的做风水的先生啊，这个师傅啊，真无良心，真无道德个作势。做一个恶业，你积攒偌济呢？啊，你就是为何将祖公个诶生生世世所积偌德，何你甲开了了呢？未好啊！先得先后得后嘞，处前处后好处边嘛。你何必啦？为了我呢，哦，要甲几个做一做嘞？你都甲啊恶一空啊！结果你恶一空，你要负因果，爱注意，好爱注意啊！有当时我出来看，啊，想到看地理、看地理的事。哎呦，原来那风水大大门，人原来炸几百年啊！你在后边边去挖一坑，都去撞嘞。啊，等下嘞，这白梦这都挖挖这样，哪会安？未安呐、啊？假使是真正好主的人啊，你袂讲在清明的时候，你搁毒，搁这飞嘴烂，搁占卡地，安尼做我哪会安？未安？社会的乱，这其中嘛一个原因。结冤仇，我曾经啊去人看风水的时，看人伫遐烧面，举棍啊举地头，要烧拍，要烧光。我看你是安怎样？我足无理的，伊将阮时代的风水嘞，迄挖了遐个挖一空去做嘢，我要讲伊袂使吼。好，迄边个尾下来讲，占个我恶，好对我恶了恶吧。唔通啊！假使真正好主啊，咱莫让咱士大人祖先啊啦，困伫遐未安，山神土地伫遐个裂甲毒了，你所讲你就先大大未安，所以真正啥有效？好笑诶！哦，真正诶，哪有啥物真正有效？所以出去看看个安尼吼，啊，世间人有够可怜，死了都可怜啊！世间人够可怜，世间诶人可怜，将咱祖先诶可怜搁加一倍。几十倍、几万倍，吼、哦！所以各位爱惜仪器，那么将减那减那猛的，必须跟那安尼直接好地理啊，到尾会变作落火霾，真的。我含我老师去台北新店，看一门地理，真水的地理哦。哎，奇怪，人原来人撞去啊，啊撞去无对啊，一旦是为了伊的梦心来滴。啊，这个人偌恶质嘞，吼恶质嘞，伊就安尼望啊做边啊嘞吼，啊就遐好那个 A 块 A 讲一门风水 A 到边啊偏一边，啊对人望水边个人话，个人做好感觉像一望形个，啊望久起来个 A 一边。啊有一天啊，我伫含老师嘞，透早四五点啊，就去伫大台北个时，去大台北个时啊，就透早去看。阿、啊、我老我老说，你看，这里吼好地理，但是占人家的地理啊，会败。我们去后山寻看看，结果去看呢，差不多都无几百公尺后壁咧，开始人咧流落啊，人咧北后山，人咧北山，好，阿、啊、咧北山咧，我老师咧来印证看，这无偌久会翘起啊。这北落，这门个人会顺顶会北个，会捡起，伊会管得走啊。啊，过来过无偌久嘞，真正嘞，迄门风水煞管得走个，管得走。我喊我老师讲，你看看这个吼里面的错错的，我那骨头一定臭嘛。我不是，来那个葬没有多久，一定是泥巴里面黏黏稠稠。我老师你也知，伊个地理个法则就是安尼。啊，伊去看，我就对话，伊个。挂了的，一直像像这条金鸭挂的关的啊，阿木头大骨卡面了呢，该很贵了，来的想哦，啊来的想，迄土变乌色的，变那个皮蛋啊皮蛋，后头只来食皮蛋，好食好食，有那酒店煞无啥敢食，吼、哦、皮蛋，看咧现，吼、哦，迄度就是占人地理，都实实在在一个足简单的哩将将，好、
啊，我老师呢，啊，就一天来讲，无咱来个补量，好，因为做古王这门吼，人嘛要得，有这袂歹啊，一定出一个高人啊，好，啊，看伊无我穿个直升机，一定的哦，也惊伊说那真有效的人，好，啊，就要去补量，啊，透早嘞。好，过我老师选一个好日好时啊，就要开始教我讲要补量。要补量的时啊，哈哈，迄面我老师咧，面盲的面盲中咧，足清楚讲两个人咧吼，一个足悬的，一个足矮的，吼，看到伊壁咧拢走足紧的，就走，走啊咧，惊啊咧咧，吼，啊过来一下就四五个人徛在遐，亚秋你来讲，亚秋你来。我老师我师傅我足奇怪，即闹即盲镜，透早呢，我如果起嚟去看卖，结果迄个所在啦，已经溜登去啊，溜登去啊，好一大一小变咧弄地灵嘛是登去啊，即因为即个人无良心去安装，装落来可能会出恶霸，吼好会添事同款，所以自然的山神的会叫人去啊乌两面就斩掉的。怎迄门风水怎破下破消的？确实也是真正无彩就对啦。啊，罗罗开始啊，阴天妙理不离环境，咱风水的环境学嘿。啊，先天八卦，先天八卦的理气哈，理气的 A， 好 A 的理气就对了。先天八卦好配出四正的名，先天八卦因为先天八卦的吼配出的诸侯卯酉东西南北。东西南北四正的名，乾卦名是木乾，乾卦都咱的后道后脑，或者乾卦，乾卦名是木啊，孙良之后哈朱棣辉，哦，这是乾，好、哦。这后山，好多乾卦哈，好，这叫做玄武，好，这叫坎卦，好，这叫做青龙，咱的两边就对啦，倒手，好，啊，这个正手，啊，这叫做离卦。离卦，哈，这白虎，啊，这叫做坤卦，好，这叫做朱雀，哦，这叫做坤卦，哈，六个拢登去哈，拢登来都坤卦，这叫坎卦青龙，这正手是白虎，这头前。这就是后，哈、哦，这足简单的道理，以咱人的方式来论，嘿，来论，哈、哦，这足简单的道理。刚刚开始哦，乾卦之名之为名是母，乾卦咱后壁，孙杨金敖朱棣辉。第一个或者阳，哈，叫做阴，叫做阴，哈，叫做阳就对了哈。四环头到尾哈，阳就阴。那一支发动机哈，都是阳发动机，压住两过就变阴咩？压住两过就变阴，哈。啊，山冠山正形体正，咱后山那后山冠哈，后山爱冠哈，啊爱正形体爱正，嘿。好、哦，形体爱食的后山就是哦，好、哦，形体爱食后山，好、哦，悬爱食，好、哦，山悬山一食，好、哦，形体爱食，必出智慧好男儿出的人啊，吼、哦，后山门门啊出的人，一定拢会出只好子孙就对了，会出一个好子孙，会出一个好子，好、哦，啊，出一个高人。好，后山啦，下下出的人，万个是错，哈哈，百分之百作准的。啊，后山呢吼，若是后山侵犯大破军，后山流化去，啥子破军呢？啊，山前端都要破军，啊，大破军。
哈、哦，大破军就对啦，哈、啊，这个金凤恶霸人家上细人啊，注意啊，咱会出事就出声就这个开机会，哈、啊，恶霸欢迎欢迎查一下就查，恶霸的囡啊，足济，打入山门爱即开门，而且出什么款的人都差不多真清楚啊，哈、啊。山高水深，鬼面人心是真话啦。山真高，头上水含溪真深，出的人足阴险的。哈、哦，人面鬼啊心，啊，世人可证哈，出、哦、行对不对啊？恁会用去证明看嘛啦嘞？假如要入这山门啦，山形啊，好垃圾的呀，出的人啦，歪果是抓真恶霸。啊，山形啦、啊。医院的呢，金门都出了金门，一人拢做门呢。啊，所以咱若要去一个所在，要发展做生意，你入去看山门、看山开门的山形啊，你就差不多了解附近的人是甚么种的人啊。好、啊，你爱这里面我专家，我来卖药，我来华为。讲阴体后山正位来量必活法，咱后山后边来量一定爱起起落落，啊起起落落安尼，起起落落，那像人量安尼起起落落，后山来爱活法，顶顶贴贴啊山路咩，咱的山悬加悬加悬，叫到那放那像人西，人到位就那西头，也得按量头安尼。哦，顺着路面，家门必出秀气，英姿活壮顶出的人一定足舒服呢。哦，而且出的人身体够足健康。哦，这个呢，千金万卡，若是佛师啊，一后边坐着破军啊，哈哈，非常讲话，我那兄弟开口呢，啊是你讲讲话出来是普通的一般的道家吼、哦、修行的人出来兴就怕呢，你若无介意军，那我就要来呢。后边后山乱糟糟，出来无智慧。若是后山文文安来，文文文文文明明安来是啊，出来书出发书上真真真书文呢，感觉皇族尊重看到那像哦，到那是大人诶，到那像佛祖呢，看到佛祖同款呢。后山爱静，爱来量，爱活泼，爱活泼。哦，文武相在堪称奇啊！这文啊有出文啊出武诶，文诶嘛好，武诶好就对啦，相在啦。感觉会互你一感，哎，真奇怪啊！这口罩人真牛。好、哦，一名字体背后正位记录枪，咱骑机，普通咱洋人所在骑机后壁袂使落枪，啊，咱诶风水啦后壁嘛袂使咧落枪，咱风水后壁咧。你有当时啊会当着迄种吼，比如咱一盆风水做安尼来，后壁拄拄按人两门，即枪，上加即枪，呵，枪拢高血压，遐囝伊孙啊高血压，吼，骨生骨刺，骨癌，即拢来后壁。这人个风水，这风水安尼，含徛计都站袂住。吼、哦，我一个地主啊，伫某一个大学做教授，爱甲个脚当一边，算一边，因为我食无效。我有一天起来看，哈哈，你这份风水吼、哦，啊，你坐骨神经痛袂好，严不严无？吼、哦，三不五的，对呀、啊。我就是安尼，哦，安尼辛苦生都疼，那是跪咧跪咧扭咧，一直要拖伊食。那一把疼生歪，我拖，那是要安尼是要疼贴啦，骂，你骂死咧，烤肉骂死，要离开我啦咧。我紧咧后边，这里咧，你后边这里咧，乡里在这里，你甲冲石头，叫石敢当，好冲着石头咧。放着就啊，安尼嘞，等阿伯来。阿家小姐，一福神，好、哦，阿伯来个写福神，阿面个向都等于写福神，阿、啊、就好呀。真简单，后壁你若拄到这个风水枪的，我就叫伊叫你摸一下石头啦。
啊，那老师啊，师傅啊，我咪要对伊吹吹了石头，我话你去最紧的吹吹着，嘿，啊，真正有一天哦、啊，两阿母车开咧看，哇，哎，遐只石头就是我要爱，扭出来看咧咧，两笑八，一挂咧扭起来咧，三笑半，哈哈哈，三笑半就是二，哈、啊，啊看咧本，啊拄啊买咧甲等咧，啊这无咧嗨啊，这就是讲一个又发又破。哦，这就是讲咱的风水，甲你开始啊。门前厝后吼，无就是阴天阳，只天后壁咧无路冲。路冲以后咧，阴风财空啊，钱赚袂着，利嘛空吼，利也空，名嘛空，拢空。到尾母甲某嘛空，囝嘛空，到处拢是空。哦，后壁路冲啊，爱注意嘿。烦恼一生所事却不懂啊，所以迄烦恼代志叮叮塔塔叮叮塔塔有够侪都对啦。我看一个咱一个信徒，吼、哦，伊咧当时伊风水啊，就比如安尼，伊头前啊，头前吼、哦、人拄拄啊，嘛咧做，啊真注意诶，即门风水人怎个咧？啊就都写入去咧，蒙牌拢逼你，蒙牌逼，结果咧，囝大家都闹，吼、哦，到尾闹就有诶准癌医，准做癌医，啊癌医咧，那一般人看到癌医啊，无病一定甲医到病，好、哦、包医死就对啦，包医死诶，好、哦，这个就是讲，啊，这叫做头前。人的风水人做得了，啊，咱就为什么甲写入来？在台南古都，我讲，哎呦，恁那厝的人哦，是讲就嘛袂歹啦，安尼吼，医生才有工业好研究。哦，啊，一点个小拢臭回答，拢点点个臭回答。我讲挂咧弄啦，挂咧弄啦，挂起来啦。无你讲兄弟也唔肯，你兄弟也唔肯，你看谁唔肯？吼、哦，结果大家袂平安，甲兄弟讲就好安尼哦，好啊好啊，来挂讲，好、哦、来挂讲，啊只都挂走咧，啊都衰啊，渐渐都恢复，都唔捌过来。这个就是讲。出咱的风水啊，咱即马拢我即写着，门牌拢变滴滴滴，恐怖。好、哦，你讲无可能有，有可能无啊，但是破病过一定有诶。好、哦，咱咧就是讲风水祖先风水嘛，咪安着着。好、哦，过来落到我开始吼，讲梦境啊，喷泉之名啦，吼、哦。为主车梦境头前的名叫做什么？梦境这情嘛，梦境的名为主车哈。先天卦位是坤，先天卦位是坤地哈。路行哈，后来我对念的经文了。路行最忌啊，反将反条行啊。若有此行，恐有家中大小反目最无情哈。出外。出外经商交友尚有无情人啊！吼、哦，若是阳体风处局啊，反起福多无情无情无义之事人家门。好、哦，梦境地形风处形啊，速速千界变灾厄啊！好、哦，梦境最喜啊，最喜视线宽阔无障碍。一生殊途，处处有贵人。梦境水长，水长水阔啊，水阔有灾气啊。清水流来，圆环如龙形。好、哦，富贵应无忧，出人诸身清秀好国民啊。若是梦境水深向前去啊，出名莫当堪鼻水啊。家中子孙啊，相比小人堪皮走了哈，啊，孙败事业财不留啊，日夜不归，害得家人乱糟糟啦，梦见关山来压顶，哈，纵凹，哈，
众后子孙事业难翻身，哈、啊，不是被欺负，即是受人迫害，无了期。世人不可无知，何时何时？祖先喷梦，哈、啊，风水之妙理啊，若是风水邪算，不可信啊。因何中国古圣先贤真理传古今？哈、哦，世世代代先人珍惜，哈、哦，诶，珍惜是如今嘛。老多个人开始讲，望诶头前名叫做朱雀，咱诶望前名叫做朱雀，哈、哦，叫做朱雀。那么咱望前啊，哈、哦，咱诶望前啊，未使路拄着反光，哈、哦，比方拄着反光嘿，是啥个反光呢？比如讲，咱的望的路安尼来，哈、哦，山望啊路安尼来呢，哈、哦，咱风水做伫遮，哈、哦，叫做翻江，哈、哦，翻跳，翻江翻跳，遐都是翻木无情。惊伊孙啊，会较反面无情，爸仔囝反面无情，两句话三字头两问句，一直吼吼咧，吼、哦，迄就是反面无情。出去做生意啊，东东强官，财产强拼的，吼、哦，咱的机会强拼的，吼、哦，钱财事业强强拼的，啊，出去会强官强拼的，常常的代志，足准的，你个试看卖，啊，若唔相信你，你用你做工啊，风水个提个，做看卖。哎，一定许好势，啊，像这嘛袂使，这嘛好多反光，这嘛反光，啊，这边是凶，这边是吉，哈、啊，这边是凶，这边是吉，哈、啊，所以啊，你要选山的望啊坡啊，你看山路，哇、哦，那是按弯起的时啊，啊，就弯起的时啊，你爱注意啊，山路就弯，你这边但最莫做嘿，但最莫做，你啊做的是弯过是错，啊，就弯过是错，就弯过是错，一直弯过是错，你做吼乱糟糟。人奇怪啦，安尼，平平土地都平一平平平一万两万的平价了啦，安尼，反光或者反条，哈、啊，若有哈，那、啊、有此形，恐有家中大小反目最无情啊，然后这个形的风水啊，竟然挂掉，哈、啊，出外经商交友尚有无情人啊，出外做生意啊。会当当拄到无情的人，真正将真正，我有经验，好，我有拄过啊，好，我有拄过啊。关起了所拄到的人，靠拄到善人，歹人较袂拄到。哈，若是阳台风处局啊，欢喜福多无情无义之事相临门。哈，林家文，假使咱徛家啊，像这嘛是共款，咱这都是这厝啊，这摆嘛，若是这边你向这边吼，拢按过是说，绝对唔通向这边。拄到无情无义的人，哈、哦，反目无情无义的代志，一定拢在恁家发生。哟、哎，恁男性个试看卖。啊，咁望情地形风水形，望情头前拄安尼缩缩千界，紧来换边啦，哈、哦，迄无界就对啦。望情最喜哈视线，咱望啊头前啊上好看足快，迄个一代发明堂，第一代发着明堂，哈、哦，足快。啊、一生仕途，处处贵人啊！你一世人会做官途、生理啊、人生的路，你处处拢会拄到贵人，真相，哈、啊，足相。嘿，望前水塘啊，有灾气；头前水库啦、啊，头前水库啦、啊，都是有灾气，溪底啊，迄有灾气。哈、啊，清水流来弯弯了，咱若告诉咱风水头前啊，水安弯啊，翘翘弯弯弯直弯来，水安弯弯啊弯啊直弯就弯弯来了，卖直冲来哦，直冲来破面水挡袂牢，弯弯翘翘来的时啊，哈哈，足发嘞，一定足发嘞，哈、哦，富贵永无休啦，富贵一定袂无休。出人自比好国民，这种出的人袂阿爸。未雄未雄就对，那是若是望前水深向前去啦，假使望啊头前啊水流倒出去，咱望坐伫遮，水到边啊流甩倒出去，水遮甩倒出去，迄个比水高边，
迄种风水啊，哪像你出饲牛囡啊，饲牛囡啊咧牵鞭，嘴牵鞭，嘴牵咧，牵咧就行。吼、哦，直直牵咧行，出名啊木桶牵鞭嘴叫做囡啊吼，迄、哦那个牧童啊牵牛囡啊咧，牵鞭嘴就牵牛啊。吼、哦，家中子孙相比少人牵鞭走，咱咧厝内囡仔咧吼，就也是大人嘛好，囡仔嘛好，一定防牵咧走。阿哥只只大头花。嘿，大头作啥？啊，孙败事业留不得，财不留啊！日夜不归，害得家人乱吵吵啦！吼、哦，咱呢像这种囡仔拖出去，唔得哎呀，唔得哎呀！啊，望前高山啦，压顶，咱就望下头前啦，厝足近呢，怎么真济哦？头前就。路就失了路，就山就悬啊，倒压未出头天的。即摆时阵讲往话，好、哦、啊，一条一段。吼、哦，风水就有诶，做这边吼。你这边就是向。你这边就向这，就向山，近近啊，尔近近啊山，吼、哦，这个近近啊山就向，啊，这边就是吉，啊向看出来，看呢，足好诶。啊，你看后山倒压，像这嘛是讲倒压，吼、哦，看出来山就近近啊，就合落来啊，未出头天，遐未出头天，你事业先做都未成功，迄个真奇怪，吼、哦。所以咱啊，头前未用山来压顶，撞后子孙事业。哈、啊，难翻身啦！你在像头前山真高啦，因为即摆路嘛规抓，你路规抓，你都哦，我咧摆向迄边哦，什么命啦？哦哦，我啊什么命？什么呀？我咧讲死人无命，死人无命。啊你哦，我死人无命，爱向你向啊，不过未出头天。吼、哦，所以各位啊，死人无命，即句话爱记哩。咱死了后，咱嘛是无命。你人那死了老命晓晓诶，对不？啊，死人无命啦，那么你就袂哦，我爱进攻向什么向？爱出去看，开化，起码子心比心，起码子安怎啊？对不？啊，伊讲望前高山来压顶啊，撞后子孙事业难翻身，哈、啊，不是被欺负，即是受人撇开无了期啊，何人欺负，何人害？未煞没完没了，哈、啊！世人不可无敌啊！这疏忽啊，祖先坟墓风水之妙理，各位啊，唔好疏忽了咱祖先啊风水之妙理。哈、啊！若是风水邪煞不可信，你若认你讲，我足够诶，风水未使你信呢。因何中国古圣先贤真理面拖到今，是安那中国的圣贤伊的理论有法度传到今日呢？真简单的道理。若是你唔相信的是啊，你的理论有法度传到几千年无？无可能。啊，为何中国圣贤有法度传几千年，未用到毁灭？甲孙啊，唔着早都灭掉，天都灭你啊啦！免讲到了等人灭，天都咧灭掉呀。为何会留落呢？这都是真理存在嘛，吼、哦！所以咱大家啊，唔好提起，吼、哦，唔好认你个咧上咬，认你讲哦，我做些风水遐创啥话啊？我咧讲，迄食着见你就栽栽，嘴烂，肠啊都烂，你就栽栽，真济人都安尼，到尾挨杂杂。世世代代，世世代代，先人珍惜。那如今啊，甲看到那金嘛哩嘛，确实那金嘛，唔是怎啊讲嘞，唔是晒呢。吼、哦、吼，我当初拄着一挂人哦，无耻无敌啊，佫跟人家咧搞。哎呦，风水啥的，安怎安怎？哎呀，新鲜排空气，万个都可能看地理。哎，讲伊啊，向我听开讲伊啊哩。哎，啊，新鲜以前咪一边看地理，那无准则以前呢？炸都无帮我食啦，无人来催啊啦，伊个道理存在。好，只要你有正正确确去学这法啦，吼，真研究正正，自然都无输。哈，自然就上天呢，会甲咱，予咱有条路行。
哈、哦，所以咱的圣贤的珍惜地理，牛痴唔捌字唔捌书的，啊，个感觉家己上牛的人，可怜的人啊，即认为个风水地理是迷信。所以伫去年84年4月23日，哈、哦，我伫台北南口，哈、哦，南口体育馆举办一场。风水真经的传法，试讲看嘛咧，真正是有人有需要哦。好，有需要这个，有需要这个叫做风水人有需要。结果呢，哈、啊，4万多人，不到5万人，可能不到5万人，甲估计起来呢，整个呢体育馆内底坐啊满满满。好，啊，了以后呢，好陆陆续续咧。在第四台将这个节目咧播放，啊所接受的啦，人啊需要咧，相信在座各位，恁有会听这个节目的时间啦，这时间的节目啊，吼、哦，这时段的节目啊，我相信你嘛有了解看的，啊嘛真侪人有安尼了，等于印证着家内平安。本来乱糟糟的风水学，我送各位写一本风水学咧，吼、哦，等于咧，好家己看看，家己瞧。啊，就安尼平安呢，这个是非常的多，哈、哦。若是讲错误的事，不可信啊。我4月23日所传话的是，体育馆啊，干呐，我一个徛面伫面顶，甲录影的几个啊，伫遐录影尔，啊，甲一个司仪安尼尔，啊，其他啦，哈，拢空空。所以我一个徒弟啊，哈，要无了解啊，哈，啊，才几一年啦，伊才去就坐遐。啊！伊家只咧体育署署长因太太啊，哈！我师母师母，老师是应该去租一间，好多工堂只、礼堂只对咧，咱租只哈。啊！坐伫遐宽咧，要遐济人，哈！要遐尼济人诶，无简单啦、啊，哈！哦，像不像这样的一个人？好、哦，那就这个一群，好、哦，那在这香槟边啊，这前后所有坐到满满的，不要坐人来的。因为哦，老师讲师母啊，师母啊，要都要找这人来坐啊哈，来听。伊说起烦恼了，烦恼讲伊家己会点点家己坐到遐，烦恼家己坐到遐，家己起歹势。啊，过时啊嘞，时间到规个钟我来的时啊，才家己说。心在安慰，所以家己起歹势，家己起歹势个，哎呦，这风水，原来风水嘞，无啥相信个风水有这个道理。好、哦，阿、啊、就开始嘞，对风水学，哎，感觉真正奥妙不可思议。转过来，专性就传这个风水妙法啦，哈、哦，所以有一挂十方圣地士听了以后嘞，阿转家己家来悄悄嘞，囡仔唔等来，等来啊。红晒了了，所有都出去，回来嘿嘿，不今天晚上不回家，阿妈回来啊，吼、哦，后咧吼，红晒就讲奇怪，恁咱家的号码哪都唔对去，我走去别个号码去，结果暗时去大人家，我都走唔到号码嘿，啊，安尼以后目睭啊足金，也未看到北京去啊，哦，这就是讲啊，互咱徛家风水的原理。所以这就是讲，咱啊爱相信圣贤所讲的妙理。好，咱过来就讲，啊，剁手哈，继续看经文的哈，剁刀开始的。剁手之远啊，名青龙。啊，先天挂位，哈，看水如良心。也如古文像行水，像行水啊！水深移动不移静啊，水热静时无流动啊。水中必然缺少活空空气，水热无空气啊，死水臭气又生虫啊！哈、啊，
啊，车辆最先移动不移静啊，哈、啊，最先先生命将处境活法啦，出外贵人相助时相见，哈、啊，若是最先不动也无妨啊，也是平安过日享人生。车辆之横易有力，两舍山行易弯抱弯坡啊。出望子孙，出望子孙，一树之邦出贵人，其义帮分也吉祥，帮帮子孙孝养父母，吼、哦、家祥和，望替良平最善义，最善向前下，家里向外，吼、哦、远方讨生活。若是事业有成之时，桃花高啊！好，包揽事业，怀人伦。若有出行做盼望啊！好，速速迁移微妙无敌矣。车辆之远有陷阱，有陷坑。好，阴风大棒，四棒上人顶。若令天宝为平地啊，转祸为福必有益。有益，若是车辆之远有高山，男儿志强求精进，为国为民贡献智慧应万民。啊，老道甲咱开始这段哈，讲到咱的舵手，咱的舵手哈，先天八卦的舵手哈，先天八卦舵手就是叫做这舵手，好，咱的头、脚、舵手、正手。舵手好多坎卦，坎就是水，哈、哦，离就是火，坎就是水，水叫做车辆，啊，就辆嘛，哇，这小辆难遮呢，会弯弯翘翘，哈、哦，这都安尼就对啦，啊，水咧行，像水咧行，中咧行，哈、哦，这个坎水就咱舵手好多量平，哈、哦，啊，落到开始，咱的舵手量平，先天八卦那是量心，那是水的形。对啊，水深爱动，袂使你静。咱量平的水爱动，哈、哦，尽量动，尽量好。水若动时啊，哈、哦，水若静时无流动啊，水中必须水静无动啊，哈、哦，会都无都无空气，哈、哦，水若无空气，内底一定会藏，会生登革热嘛，哎，一定会登革热，哈、哦，就生虫。啊，车辆车辆水深移动不离静，咱量平的水爱动，量平的水咱看出来门，咱看到水啊爱叮当，哈、哦、爱会流动，哈、哦、水爱流动，哈、哦、水会流动，啊那无安静，水动生命中出，咱的水若动呐，生命较活泼，哈、哦、出外贵人相助时常个，咱若出外都贵人来相助嘿，那是水深无动。无当蛇虫尔嘛是无妨就对啦，啊，总是嘛是会平安过日啦。车辆所在爱有咱量平爱有力，咱风水量平爱有力，吼、哦，量些山形啊，咱出的山形啊，咱山看量些多平的山爱有力，有力有包咧，吼、哦，那破掉啊，吼、哦，这望啊，这望的高子孙啊，这安尼确实啊，发到几房。大房甲四房诶，大房甲四房会出贵人。大房，咱望啊向出去，道边山较悬，大房四房较有前途。大房四房较会出贵人，出高人较会读册，吼、哦，而且是较健康、较平安。做人嘛较开朗，做人嘛较潇洒，吼、哦，做人嘛较有钱。较有钱，吼、哦，做人较袂阴险，较袂阴险，吼、哦，所以咱量平爱有力，吼、哦，其他帮分嘛吉祥，咱量若有力啦，吼、哦，帮分嘛较吉祥，平平就对啦，较好，帮帮子孙孝养父母，家常好，咱呢就出个子孙会较有效，若是好平惯的是出不好囝，吼、哦，是足准的，吼、哦，后者我都阁会继续阁讲。望替良方水神向前流，你要爱良平望啊咧，良平有水，哎、欸，你流就好，爱流倒入来呢，
莫老倒出去咧，爱老倒入来，惊伊孙仔大家趁钱咧，损失咧。若爱量对爱包对头前过上好啦，对安尼包对头上好。你若讲今日就老出去，对头前对倒边跌出去咧，倒边出去，查甫人脱灰，每个囡仔向外走，每个囡仔咧，哈，拢外远走。爱往远的发展，哈，那是事业有成的时，讨回家，赚一寡钱就像要饲鳄鱼，哈，真是安尼。咱两瓶水，哦，你来流出去啊，啊，流出去，哎呀，哎呀，会赚钱啊，赚着啊，嘿嘿，钱赚着，鳄鱼就要抓，要饲啊，外口就要包饲啊，这个风水会安尼来，啊。我出去看真侪地理啊咧，我竟然我甲伊个太太人关起来，哈，头家嘿，真紧伊就断掉呀，哦，伊就袂讲继续个，吼，跌回来，啊，酒嘛跌落，袂跌落，啊，我真正关起来就安静呀，好，那是出行的忙啊，这种忙啊事啊，哈，哎，速速迁移呀，好，上好就对啦，莫讲怀疑啊啦，哎。青龙之远啊，青龙平的所在啊，有咱龙平有陷坑，咱龙平都向我挖的挖的深的啊，人挖土挖一窟啦，嘿嘿，爱注意，四房的大房，四房的人丁顺着啊，咱无安尼，面头啊边啊咧挖一窟深深的，大房的四房的顺丁，囡仔当当死生生死八多的，生生出来吃不起来。好，这是会安尼来，让人天保为咱，咱在一旦保到病地啊，转祸为福，必有益啊！咱呐，安尼头脑病，病紧起来着，头前病病边啊病病，安静个都啊。好，莫哎呦，我开钱啊！我你讲会好，开钱哦，你了一趟就出你啊，了一趟就出你啦。哦，这就是讲各位啊，这要领爱知嘿。啊，那是青龙有关山的时啊，男儿志强求精进啊，查甫囡、查甫囡啊、查甫囡啊咧，拢会精进，会家己努力，会发展，家己拍拼，哈、哦，为国为民贡献智慧，应万民啊，所以才出的人啊，会服务社会，出高人服务社会，哈、哦，这就是讲咱风水真灵性。哦，我印证几十年来，迄个确实做者不可思议的代志。